台东县县议员，我们的副议长林崇汉来接下，由我们副议长崇汉来致赠的呢，我们的祝福哈，也是代表的高中高步步高升，鸿运当头，势如破竹，能够祈愿高票当选，好不好？接下来，各位，我们的位置为什么人去哪里？不要站在那边，不要站在那边，通通坐下来，通通过来坐下，全部坐满。位置为什么要空呢？全部坐下来就坐下。大声是怎么样？听着你们吗？坐下来，全部坐上位置坐满，这样拍照才好看。请我们今天的候选人飞南乡，我们的议员候选人郑根生要来提出他的个人的政见，以及呢他对未来的愿景，还有呢今天对我们的所有的乡亲、我们的选民支持者来致上我们的感恩以及我们的致辞。我们欢迎我们的候选人登记第一号郑根生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来，把他给大家坐在位置上坐着，谢谢。我的亲家小补充介绍一下，补充介绍一下我们飞南乡哈，我们乡代会的代表廖宗和，就拍摄我跟你介绍到的哈，阿你非常感谢哦，就你讲行动上，大家是自治太好干场哦，谢谢你啦哈，谢谢，我叫你讲行动上的啦哈，谢谢，那注意嘞，叫宝宝来哈，好好，谢谢，来开始，谢谢总部麦主任委员、执行长李明德。李主席，我们县议会副议长林崇汉，我们前议员潘春莹、潘前议员，乡民代表会李德良、李代表、李芳妹、李代表，我们十三村的村长，当中有我们陈良志村长联谊会的陈会长，我们立即村的刘清明、刘村长、富源村。罗在明罗村长，富山村黄文明黄村长，我们温泉村黄金定黄村长，我们东兴村陈新龙陈村长，林家村林肯义林村长，太阳村吴阳平南吴阳村长，我们太平村吴之林接地气，这个沈之林沈村长，是我们民丰村我们吴胜祥吴村长，还有我们嘉丰村我们林志朗林村长，各位社区发展协会的负责人，特别是从温泉来的我们王峰文王理事长，还有我们各部落的头目，我看到的有富山村我们刘义刘头目，还有我们主席，那各位乡亲长辈，各位好朋友，我剩下的我就不再一一称呼，因为太长了。首先，我用深深的一鞠躬跟我太太，感谢今天大家能够到来，谢谢你们。很开心，也很感动，看到这么多的乡亲长辈、好朋友，二十多年来不断的给冈山鼓励。不断地给冈山支持，让冈山一路走来不会孤单，因为我有我的家人，我的妈妈在那里，长着180公分的，朱清明在那里，我妈妈朱小姐在那边站着，还是跟坐着一样高哈、啊。我的姐姐大姐郑昭英，二姐也都在现场，我的叔叔婶婶，真正的还有我的这个岳父林三郎，还有我婶婶他们，那当然最重要是我的太太素贞，跟我的家里们在这里诚挚的欢迎大家，也感谢大家。很多人都是冈山从政这条路不好走，很辛苦。那我想我也知道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如果有家人作为后盾，我在想一路走来一定会很开心，一定会很快乐。而且是真的叫他们讲，花一种感恩心，那特别是他
用第二年的九三正式要讲题意的时候，大家也看到我们台东中学的教官前几天才得到第43届文学奖《万万时报》我这个办的，我们这个我们邢志祥邢大哥也来到我们现场，他是我们副会长的好朋友。那刚才这么多年来一直秉持着为民服务，替乡亲争取权益，替乡亲争取建设，这么多年来冈山有幸跟着过去的这个刚刚来到的张庆忠张乡长、吴新立吴乡长，还有我们陈泰国陈乡长，还有徐文宪徐乡长，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王庆林王县长，一路走来都有他们的提携跟指导，让冈山能够在为民服务的路上一路顺遂，也能够给我们乡亲增添光彩。你们的孩子从小让你们带大，带到32岁的时候能够独当一面，能够在外面替你们打拼的时候，你们又扶持他继续来作为做民意代表，让冈山有20多年的经验，我让冈山更成熟更稳健。所以刚刚有很多的好朋友，包括不同政党的这个乡长也愿意来帮我讲话，所以在这边冈山是一个比较称职的民意代表，因为我不会去分蓝绿，我虽然是从国民党提名的，不过一向我把政党当作是一个信仰，我希望政党是一起努力，大家一起来竞争，良性的竞争。所以冈山一路走来有很多好朋友都愿意协助冈山，我在讲冈山在这里今天再一次的深深的跟各位恳求，恳求你们在11月26号将你手中神圣的一票继续票投正冈山，让大家乡亲有靠